微笑的眼睛，看什么都是风景，每一个悲欢都有着意义，时间会证明。昨天的坎坷，今天化成勇气了，我闪着泪水走过了曲折，都被回忆铺成了歌。我们也会选无处永恒远无惧，我们幸运的相遇，牵手走进一种追寻，起伏中有甜有苦，唱出生命的舞曲。严重无？好，好啦，好啦，好，好，我随来去吼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太紧了，太紧了，太紧了。啊，陈志杰打电话来讲，有人真紧急吼，送去病院啊，所以斗三工讲叫我去啦。啊，你做面来，紧。哦，我也要斗三工去啊，我啥物都袂晓呢。唔知，啊，到现场唔才知影。啊，叔叔行吼，爱知影安怎应变啦。好啦，好，紧来去啦。小便啦。你收嘞？哦，对吼，紧嘞，紧嘞。啊，情况是这嘞，啊，那无看人啦，到时还袂来？袂嘞，我先去问看卖啊。哦，好好。来，谢你。先生，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？先生，你现在知道在哪里吗？快点，很快点，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。哎，你创啥啦？在这边啦。去倒啦？卡登姐跟你讲啦。哦。啊！要去地下室啊？啊，是要去倒？啊，就是目光啊。啊，为因家顶外摔落来啦。啊，上来到这吼，就袂用急救啊，已经往生啊啦。啊，即卖情况是姐你遐等啦。呀，你是讲，你是讲，去太平间吼？嘿啦，就送去太平间都无代志啊，我们去创啥吼？无喏，爱助念啦，跟往生者念佛啊，对不？啊，到时吼都要搁陪伴安抚家属的呢。我都不要念嘛。那有啥物会晓念，袂晓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甲念去就好啊，真解就关系啊，吼。你头前啦。我给你翕一张较水的相片吼，来，
迄段时间，我的小弟文仲，因为事业真有成就，结婚了后买到一间足大间的老瓦厝，桌上甲卡上有当时嘛会去迄边住。后来，阮兄弟姊妹要见面，拢用在文仲遐。哎，水水水水水，赞赞赞，来个喜酒，好。文啊，咱做伙来喝一场啊！哦，紧嘞。好，哎，安尼在，安尼水，来，来请来哦，我叫老姐哦，哈。哦，哎，阿是大弟，有电梯所在哦，较舒适呢。哈哈哈。哎，阿是讲哦，无代无志，阿恁哪会要请大家食饭啊？哦，因老爹为什么呢？啊，人本地都爱食饭的啊，那为什么？哎，李姐，你来。哦。等等等，我提个卡给你坐。好。哎，这卡上嘞。卡上。卡上可能到三姐在嘞，在嘞听讲。李姐，阿文哦。好啦。啊，那无可能几乎啊，伊伫咧加班啦，伊袂来啦。加班哦。哎，啊，你是伫咧穿啥物好食的？哎，我给你打三看看。嗯，唔免啦，我自己来就好啊。你人客呢？阿英姐啦。那有要紧啦。哎，阿妹妹嘞？妹妹哦，伊即摆去隔壁甲小朋友在耍啊。吼。哎，对啦，志华哦，有摕电影票给咱呢。吓，吓，吓。迄叫什么？叫做《游山解考》啦。日本出的呢。哎呀。有要看无？哎。哎，你姊夫伊公司哦，迄十几年哦，拢无进口迄日本厝的呢，一定爱去看。是啊。嗯，那安尼就一定爱看啊。对啊。我内底也无用，我先来去无用啦。好啦，我陪你到三江啦，吼。来来来。我看吼，也是卖较好嘞。敢无需要甲铁路讲？啊，你家己若想要去看啥，你家己去就好啊。就铁路。咁好，哎啦，啊无甲问，哪会知影好啊唔好？啊，你搁知影铁路即嘛是啥物看法对无？啊无定着吼，甲话吼，啊着行啊。啊，趁即阵吼，阿啥个个都开刀啊、住院啊。啊，即阵去甲看是上拄啊好个啊。真哪有啥物要紧啦？啊，你是咧烦恼啥？哎，啊，你两个哪会讲话啦？哪会无爱去客厅？无啦，而且风景较好啊，吼。哦，哎，我来看阿云吼，穿啥好料，请咱食吼。好啦好啦。讲我咧担心，啊，你咧紧张啥？我敢有？哎，我看你安尼，我才得咧紧张呢。无啦，实在讲啦，是因为迄摆无恁老杜上破病，无对大伙送顿来迄回无。铁路吼，甲人对方吼冤到偌厉害了。嗯。啊了吼，恁老道上去迄个铁路因家住，子路甲城因去看恁老道上，嘛去互伊赶出来啊。哈？有影哦？啊，我哪毋知？无啦，就想讲吼，代志过去就过去啊，就无爱讲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嗯。啊，是讲嘛袂。啊，迄当阵是迄当阵啊，啊时间已经过遐尼久啊。啊，大家拢要挖五十嘛，对无？啊，而且你无看迄铁路啊，啊，即马阁访贫劝募，啊，阁助念呐，啊，拢无因别人个代志，都无因干安尼啊，对无？哎，何况吼，这是咱呢，哎，是咱呢，对无？吼，啊，人陈师姐阁有讲啊，啊，时阵已经到啊，唔通阁分组啊。你啥物做？啊，着以早咱即组啊，啊，甲迄边迄组啊，啊，经过遐侪年啊嘛，卖分啊，对无？啊，本来一家人啊。啊，吼，我想讲袂输咧考试，啥物分一组二组的。啊，你嘛咧迄度，啊，厝内底代志来去甲别人讲啦。袂啦，人情话事情毋是别人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啊，好啦，啊无，我则去甲讲啊，啊，看伊要去毋去啊。啊，即招我已经甲通知啊。啊，卖讲吼，时间袂赴来时吼，则万难讲无机会，对无？啊，莫勉强伊啦，吼。好啦。啊，卡桑，恁茶啦。
啊，恁两个姊妹踮遮开讲，我来外口无闲吼。 你是伫讲啥物国家大事啦？遐尔神秘了。无啦，啊着，听杜尚讲，啊，迄边阿成哥哥讲破病啦，啊讲肝癌呢，大手术咯，我想讲，敢卖去甲看者。卡啥？ 啊！是咧惊来惊去，是咧在想啥物？哦，无啦，我是讲迄个吴淼，咱会甲即马袂来。啊，你袂卡一个，恁敢问看卖？电话我已经敲过啊，啊，拢无人接啊，可能哦，足早就出来啊。啊，毋过，人伊伫房桥较远啊，搁等一下啦。啊，恁伫房间内底是伫参详啥物货啊？啊，一日才发一个，安尼啊，讲袂煞。啊，嘿嘿嘿。 得讲一个吼，亲情的代志啦，哈。亲情。卡桑，我再通煮好啊，你帮我切点出来。哦，好啦，好。嘿。你不要勉强啊。嗯。好食呢。卡桑，好，你加一点好。嗯嗯。我拄则听卡桑咧讲啦，啊，我是想讲吼，啊，咱囡仔拢大汉啊，啊嘛年岁有啊咧。 啊，有啥物代志咧想袂开着无？啊，而且吼、哦，你即阵啊吼，访贫啦、劝募助念啦，啊，无是使人你着做干安尼啊，着无？啊，阿成哥哥吼、哦，至少嘛是咱杜尚的后生啊。我想讲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时间啊，咱掼一寡水果来甲看，啊，其实嘛免做甲安怎啦，啊，至少咱安尼做吼、哦，杜尚嘛较安慰啊，吼、哦。 铁路啊，啊你有影无起来坐坐哦？唔免啦，我嘛忝啊。卡桑，我来等啊。啊，铁路安怎讲？袂啊吼，我看伊安尼点点。 当时要去也无，啊伊也无讲明啊，啊，佮听话伊应该有迄意思才对，啥物意思？啊，我就甲问啊，啊伊就讲啊，即摆正头我袂去啊啦，啊伊讲伊早会去吼，是因为吼你去互迄边欺负，毋才去甲安尼。啊，铁路是安怎讲？啊伊就讲伊七八岁时阵啊，啊有一届吼，你去迄边找倒上啦。 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个，等你问一个一个呀。你哦，以后有啥物事就找伊就对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还有一寡公事要办啦，我要先来啊。哦，张姐，小姐啊，你坐我小心的代志。是安尼啦，我是为难投客的开会，啊，最后你啦。姐，姐，哎，小等下啦，你安尼无张无弛，提钱好我，我袂用甲你收的，你紧摕回去啦。我交通车要开啊，啊我袂赴就车啊，哈。哎，袂用的啦，小姐，啊咱若无熟识啊，见面你就我钱，袂用甲伊收的，紧收起，紧收起。这毋是好意的啦，这是惊你替我管。管？哦，管哦。哎呦，感恩哦，讲得有量哦，你毋较早讲，我带一个呢。
哎呦，啊，拄则恁庄姐讲，你甲另外一个小姐有专工，顶人收成款，我想讲，真好呢，恁也着知啊。哎呦，毋是啥物专工啦，啊，阮老爷哦，都去参加啦，啊，转来都甲因讲，啊，大家都来做善事，敢若安尼尔啦。对啦，其实我真早吼就听过组织，啊，我嘛想要管，只不过想怎要管几多啦。啊，我真要开走，歹势啦，我要走啊吼，啊，迄个麻烦你哦。好，我知我知，顺行顺行。哦，我实在足赞的！哎，哈，啊你是真唔着药啊？哎呦，天如，你实在足敖的呢！你所讲话拢无唔对，迄善款哦，真是家己的爸来了。哈哈哈！真赞！嘿，天如啊，啊你今仔在我咧做？啊，谢谢。啊，你上班哦？有啊，哪会无上班？ 我去李焕英哦，做站团转来啊。啥？哈搞？啊，走到李焕英去哦。阮同事介绍吼，啊，一个扛起哦，扛到李焕英去呢。真是的哦。啊，我就缀李焕英出来时阵哦，啊，就看到一班公车会当到恁家啦。啊，我就坐来啊。哦。哎，拢无水嘞。你家己来哦。啊，你来啊，正拄啊好。我透早有敲电话陈师姐啊。 哎，讲你甲幼去哦，即摆出门啊，愈来愈多呢，啊定来我遮查某写写哦，太麻烦啊啦，啊我著加摕几本啊，啊想讲吼，啊归去啦，一人一本。安尼吼，安尼劝母嘛较方便。来，好啦，安尼嘛好。啊，啊，即个钱哦，也是你写啦，啊你得去交付我。啊，好啦。哎，啊。 卡上嘞，哦，去运动遐啦，安怎？啊，毋是讲，要去看迄边迄个城呀，来问你啥物时阵要去啦？哦，是这样、哦，安怎？ 无啦，我有甲卡上讲啦，啊卡上嘛甲道上讲，啊毋过道上讲，啊是卖啦。道上讲卖，啊是安怎啦？其实道上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咧。啊伊讲，啊咱遐侪年啊吼，啊两家拢无来往对无？啊，佫有一寡无啥欢喜的代志。 啊，伊佫讲吼，啊，你若要突然间要甲看，啊，毋知迄边会安怎讲。啊，毋着你讲的啊，就是因为较早是安尼，啊，趁即个机会去甲伊看一下，啊，拍一个招呼啊。嘿啦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啊，毋过，道上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咧。伊讲吼，啊，咱安尼想是咱啦，啊，迄边阿嫂。 无一定是安尼想啊，对无？伊讲哦，即马若去甲看，啊，伊人若好好，啊，毋着好；啊，万一去甲看，啊，身体突然间无好，啊，要安怎？伊讲哦，莫去人讲，咱是去甲媳妇啊，是安怎？哈？啊，即马什么时代？啊，佫有人安尼想哦？啊，道上安尼讲，啊，咱着安尼做啊，吼。 伊的意思是讲，啊，咱本地是好心啊，啊，莫白白叫人误会对无？安尼就不值得啊啦。啊，伊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吼。那呢，莫去咯。啊，无过过一阵啊啦，啊，找一个机会，咱才来去啊。啊，道上讲吼，啊，伊开刀了后，迄情形袂歹咧。 总讲情形袂歹，啊就好啊，咱莫甲搅了啦吼，搁找一个时间来去就好啊。好啦，再看觅啦。王先生，你的香水开好了真好哦。多谢。
平常时吼，莫路上乌白走，啊无空嘴，搁会再来搁避开。哦，好。德祥啊，随时好。是啊，是啊，哎，未歹嘛，恢复了真好哦，比我想的更加好。阿叔呀，啊，照你安尼看，我搁外久会当出院？安怎？倒遮济工倒袂掉的哦？倒袂掉嘛有啦，啊，你嘛知啊，啊，事务所那边哦，真是真无用。哎，我甲遐少无退来，遮加减做一挂。安尼应该会用的哦。哎，你是身体较要紧，还是工作较重要？其实也不要紧啦，莫伤过勉强就好啊。安尼哦。啊，若无，王的倒在遮也无聊啊。其实哦，我看你嘛是一个劳碌命啦。啊，不过有一个原则哦。若身体感觉会忝，工课都要紧放咧休困咯。你毋通袂记咧呢？你即阵啊是一个大人物，大人物啊，就是爱减做、加休困，袂当伤过辛苦咧。啊，若无，我先来无闲，我会阁倒转来看你啦。多谢，是啊，是是，多谢你。要问钱，我来事务所坐下。哎，啊，你去的时阵啊，啊，先说，甲林叔来问一下，哪有啥袂付做的啊？啊，都摕来我遮，吼，啊，啊，搁有啊，迄有问题啊，啊，较歹做的、歹处理的，都带倒摕来。我遮看卖啦。有闲哈，电脑吼，天天拢专工陪阮来拜拜哦。哪有专工啊？人阮是要找阿桑聊天呢。哦，那是恁讲要拜拜啊，我唔只讲爱考爱得咯。我规工哦，伫厝足无聊的啦。啊，就爱到处出来咧行行咧。啊，若无哦，以后我身体若袂用的哦，就无多出去行啦。哦，呸呸呸，俺身体遐尼勇行着，啊，你即摆讲是五十年以后的代志。啊，咱要搁小酒来华联听师傅开讲咧。啊好啊好啊，也唔过哦，厝内无人顾，我敢通安尼一时过爬爬走？哎呦，妈，厝内有我啦，有我顾会袂胖无去啦。哎，妈，啊你讲的迄间庙是伫倒位哈？遮都嘛是徛街，哪有庙？哎，啊是啊是啊。欸、奇怪，都一只，哪会找无？哦，妈，你遐有地址无？地址？有、嗯。嗯。我有地址。无无啊？妈，我问你地址，啊，你伫看圣圣，敢讲地址伫圣圣遐哦？有啦。阿桑，啊，你会记你摕一张地址给我？有哦。啊呜呜呜呜！我来，对啦对啦，啊我袂记，你怎查出来无？我再看卖，看卖。完蛋！奇怪，阿奶无。恁两个人听阿哩怪怪哦，在变啥梦哈？无啊，哪有？无。哎呦，你是到位倒去啦！安尼等你开半工啊啦！歹势歹势，啊既然来啊吼，
就去楼顶坐坐嘞啦。啊，好。金银师姐啊，啊，搁季太太拢来啊呢。好安尼哦。恁大家哦是真有心的啦。哦。顶摆刚刚去花莲吼，人师傅真欧露因呢。是啊。哎，真好。哎，行啦行，来楼顶坐坐，就这栋的楼顶啦。哦，好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林先生，你敢会记哩啊？行行行，好好。遐尔晚才洗头，啊，又搁唔吹阿呾。啊，吹风机就很伤头发啊，我们家吹半干就好。以后就较早洗啦，若是得着头风哦，你就知哦。好啦，啊，我着在甲铁路讲电话啊。我甲铁路吼讲，今日乖雅美去见陈师姐的事，愈想愈好笑。雅美哦，伊嘛想袂到，然后你这老同学哦，陷害。哎，什么陷害啊？为了度他哦，阮动员偌济人，花多少功夫啊？啊，陈师姐就惊讲吼，自己说不动雅美嘞，啊，就请静音师姐啦，啊，季太太，五个人在甲动嘞，什么陷害？迄个叫福气。雅美也好到处吼，是天主教的嘞。我想讲吼，找陈师姐去来讲啦。啊，陈师姐也先生嘛是天主教的啊，啊这样吼比较有说服力，啊比较说得动他嘛，对不？结果嘞？结果，结果是安怎是暗唔知啦。可是他看到陈师姐那么夫妻的感觉啊，对不？哎呀，反正已经跨出一大步了啦，无参就较早，连听都不爱听嘞。我甲讲，我去看照顾户的代志，你知影应我啥无？伊讲，迄是真卡所在才有啦。台北怎么可能有？哦，你看他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？卖讲伊啊啦，那不是你对我讲哦，较早我嘛唔相信啦。所以我唔才急要甲倒入来，对不？啊，不管了啦，啊，步数嘛已经用完啦。啊，若总讲阁袂用哦，我两眼要甲拖来吼，花莲看师傅，吼，给师傅吃嘛，啊，一定成功的，对不？当你笑啥？我笑你敢那囡仔呢，啊两面笑，啊两面气干呢。哎呀，不管了啦，真是的。过来收机啊！哎，这啥？嗯。你水果拍的，如果这高高的物件，迄是要让你补充营养的，佮想要偌好食。这哪会当换一杯迄哦？那是一个唔知偌好的。多谢啊！春露啊，你要回去吃饭啊？吼，我拄食咧厝的吼，有食过啊啦，啊，较等的吼，嘛是爱回咧厝的，领一下。安尼哦，无安尼哦，今晚嘛，莫来啊，踮厝好好睏一下吼。阿辉弟啊，我今晚啊要去变数啊，创啥？我家己拢会动的啊，你就别烦恼啊，吼。你是要创啊？哈？要倒？啊，倒小久，想要起来行去。无用的啦，你倒好啦。倒伤久，人会忝啊！好，出去外口行行，吼。你实在是哦，是有法度无啦？别紧，别紧，做你好事。慢慢行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阿西哥，等下你回去的时阵啊，把遐做好的消啊，先全提回去。啊，明仔载才坐去事务所，把遐消防交因，吼。
啊，搁有，啊叫王小姐明仔载来一撮，吼。嗯。行好啦，哎，适应的无？都替你讲啊，安尼刚刚行行哪有啥问题？你放心嘛，哎，爱听话哦。哦，即阵啊这么辛苦，明仔载你啊看我爸出来，吼。莫讲讲遐啦，你若紧顾好起来哦，较重要。哎，啊，医生有讲过呢，啊，讲啊算起来，算恢复真紧啊呢。嘿，你看，哦，安怎啦？搁咧听啊？行行行，咱倒来，啊。你想要卡一个电话转去，啊，请伊问一下，啊，即摆总共卡着是偌济？啊，继续同伊挂来吼。嗯，我卡等下哦，再叫王小姐去查一下。唉，你实在真无方便的啊。哎，啊，咱上好换一间病房哦，伫咧迄门下口都有公共电话，啊，无归去啊，都伫咧房间内底请一间。你是好啊未？这是病院呢，你当作咱租的房间哦。请一支电话，你较等下吼，遐小无紧算算，我头仔送转去事务所啦。啊，你遐会惊吼，我再叫伊慢两工再来收啦。请电话。啊，叫伊慢两工来摕，安尼嘛较妥当吼。嗯。哦，等你是你安那？哎。多少？啊，这是病院，毋是办公室，掠你遐些啥物拢摕来遮咧做。啊，这哦。啊，这阮客户官要提的啊。无啊多啊，啊报数大话哦，啊大家拢在赶，啊规年冬天啊，啊上无闲就即阵嘛，都才拄好诶，啊对着即阵嘛来开刀，社区客户啊真歹交代，安尼哦。多少？嗯，先坐啦，啊我来卡一个电话。哦，好，啊你坐你去，哈。啊是讲哦，你嘛唔通伤忝呢，家己身体落啊顾。袂啦，多山，啊，敢若倒伫遮哦，出一支嘴尔，啊，电脑做较辛苦，啊，来来去去爬爬走，吼。多山，嗯，这样，哦，还免啦，对啦，啊，我拄啊要去找人啦吼，啊，我伫遮来先甲你看看咧，啊，对，我有买一份报纸，啊，要互你看啊，来，互你摕。你著唔通伤忝吼，爱照顾身体哦。在。啊，无用做你啦。啊，安尼，无我来去哦。孙健啊，倒上。头家娘，头家娘，你要开车啊？是啊，啊，无啥要开。较紧嘞，时间袂晚，紧上车，紧嘞。哎，我骑车先给你影一下啦。好啦，在你啦。我一定要把这台车开出来，你紧上车啦，时间要袂赴啊，紧的啦。好。
哦，无啦，是有去啦，嘿啊。哈，啊我也无犯罪啊啦，啊是要犯啥货啦？哈，伊伫甲你吓惊的啦，你也伫相信哦？无，我讲真的呢。啊，陈师姐就讲吼，咱即马吼在募款，啊伫要卖货啊。啊，伊想讲吼，咱第八组的嘛是有人吼要出国佚佗的人哦，拢爱定来发。哈，啊是要犯啥货啦？花钱，花钱，阿姨凊彩讲讲的啦。啊好啦，花钱哦、喔、是我讲的啦。哎，啊不过吼，啊陈师姐她有讲呢，伊讲吼，起码迄个北区便宜的迄工程款吼、喔，愈来愈暗。啊陈师姐嘛就退俗还路啊。啊陈师姐想讲吼，哎，看到有人吼、喔，啊有情有义，要出国佚佗，爱在出国之前吼，敢袂用摕一笔钱，甲？出国的费用同款的钱来做迄建越基金啦。啊，陈师姐意思是讲，敢袂当按咱第八组开始做啦？哦，陈师姐嘛真趣味咧，伊敢直接要安尼做？哇，真是啊！啊，陈师姐哦，把我讲到这的时阵哦，啊 Yuki 就来啊，啊我就甲陈师姐讲吼，我一定哦，甲 Yuki 好好监督一下。嗯，安尼好，安尼你爱甲我顾条哦。哦，哎，阿尤奇，阁有啦，阿你先生哦，后礼拜敢有闲哦，带咱去看个案。当然嘛会用个啊，安尼哦，哎，安尼就好个呢。哎，阿陈师姐都讲吼，咱这是假日组个啊，一礼拜敢要走一转，所以有较远个所在，就予咱去啦。啊，后礼拜啊，要去迄新竹个山顶啦。啊，要去山顶哦。哇，安尼是吼，实在会用个佚佗，啊，煞了吼，过来去看个案，安尼就好就好个啦。张姐，伊搁佚佗啊啦。好，我甲你讲，我早暗哦会发你会到个啦。啊，安尼也爱发哦。哇，啊，你听清楚讲讲个。哇，安尼都发袂煞咧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啥物拢听你个，都对我啦。好啦。姐，那个女的是坏人哦。啊？那个。不是啊，那楚留香女朋友啦。大家在后面的小巷子。你在看啊？哦，楚大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楚大哥，我也跟你做前锋。哎呀，不要再啰嗦了，我们出去之后再说个够吧，走。阿妈嘞，阿奶无叫阿妈看电视。阿妈讲伊唔爱看。哦。欸，啊，郑少秋跟赵雅芝打架哦，安尼冤家嘞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怕应该啦。只要到处玩，到处交女朋友，而且又不工作，活该活该被打。哦，嗯，啊，恁同学哪看这哦？嘿啊，这楚留香哎。哦，嗯，楚留香。就睡睏啊啦，无代志，啊我嘛想讲要较早睏嘞。哦，好啦，啊无你紧睏。哈，对啦。下晡吼，迄陈师姐有打电话来。我去回来有拄到伊啊啦。哦。啊，对啦，道长有打电话来无？啊有讲城迄边敢有较好？有啦，讲手术了真顺时嘞。嗯。真好佳哉吼。啊，是啊，毋是才无几岁，啊，加体力才有一两岁，要五十嘛吼。是啦，啊，好咧，佳哉，即摆手术了，算讲真顺利。我着惊恁学道上，毋知看袂起袂。啊，你嘛毋通伤烦恼，吼。袂啦。啊，你莫无想安尼，较早睏的吼。好啦，啊你嘛较早睏的，好。好啦。看到卡桑遐尼担心阿生，予我感觉到卡桑对迄边的家庭已经无怨恨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因为道上真侪顾虑。
两边甲即阵还阁无法度见面，嘛失去了两边会当和解的机会。看囡仔啦，啊，明仔载再过来。哦，范先生哦，拜托您了。没啦，伊这两天睏了袂歹，所以你唔免烦恼。多谢。请人再过来揽起来呢，啊，拢食袂完啦！我想讲哦，请恁厝边隔壁大家消消的啦。啊，陈太太无伫个了。啊，这家己种的真甜呢，啊，恁家哦无六个人咧食，真紧就食了啊！啊，食了哦，再来阮家遐退啦吼。免客气，免客气，赶伊啦，无要紧啦，免客气啦。啊，我先来走吼。食水果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冰姐较好食呢，有哦，啊，你拢在吃哦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啊，你食水果，哎呦，那讲到这水果吼，实在有够甜，有较好食的啦，是啊吼，啊，不过哦，大龙囝甲食完啦啦，哎、欸，对啦，啊，摕一罐豆油啦，哦，你等我，母啊，啊，你这水果哦，得加食寡啦，你最近较无眠哦，食这水果哦，会用补充迄什么？诶，维他命，哎呦，唔知 A、B、C、D 倒一项啊，非得有食吼，都有补比就对啊啦，吼。对啦对啦，啊，你爱加食寡啦。啊，我恁大家只开讲吼，啊，我来无用啦。哎，等伊啊，哎，啊啦，水果无，再过来阮家摕啦。好啦好啦，多谢。袂啦。你最近又搁无眠咯？那有啦，卖听玉莲你乌白讲啦。嗯，啥物我咧乌白讲，啊，都有影的对。啊，煞唔知啊，你烦恼动啊啦。那有要紧啊！啊，人阿桑也毋是外人啊啦。怎知哦，这洞啊实在愈来愈毋是款啊！啊，逐天哦啉烧酒，啉到天光才转来呢。啊，我走去暗暝，伊阁安怎甲我讲，你敢知？伊甲我讲，姐啊，人我真乖，人我拢啉到天光才转来，有炸无？哦，实在是哦，这敢会听子？讲啊，阮这洞的哦，有影真毋是款啦。歹人问伊哦，拢甲我讲你做生意啦，啊，到底是伫做啥物生意？啊，是甲啥物人伫交配哦？哪个问吼？我甲你，哈哈，我正经甲你讲，实在无，这个洞啊实在真害哦，啊害母啊吼，安尼才烦恼着，我无来搁来骂一个哦，绝对袂用。哎，啊你甲洞诶，就较有话讲啊，啊毋着甲坑者。有啊，我嘛甲伊好好啊讲几落遍啊了。哎，啊不过哦，人我搁有招伊来去见师傅呢，前两工啊吼，师傅就要来啊，啊我招伊哦，甲咱做伙来去，来去学师傅哦，甲伊骂骂，安尼较紧啦。要去技术，要招伊去，敢有遐简单？嗯，迄是有影的呢。我已经甲伊招好啊，这件代志讲好势啊，我无甲你骗哦。讲好？嗯。啊，若无听伊提起，爱看我要甲你去？嗯。啊，煞唔知影吼，同阿就问我讲，阿母啊吼，这个人都罕咧出门咧，啊哪会缀我安尼四界扩扩张啦？啊，搁有啦，咱安尼规条巷仔查某人哦。啊，拢放喺厝诶，唔管啊，带我去见师傅啦。阿姨就甲我讲吼，啊，无恁这师傅是有啥物三头六臂啊？嗯，啊，我讲哦，啊，师傅有三头六臂啊无吼？你煞袂带我来见识一下？
哈，查甫人哦，唔通咱出一支嘴，俺擦脸擦擦脸脸遐尔济啦。嘿，阿姨就甲我讲哦，好啊，啊好就好啊，对唔对？啊好就带我来去啊，想惊想对不？哎，你甲看啊，哎呦，恁阿公嘞，讲话鬼狗，有够邪啦，有够邪。我甲恁讲正经的，无甲恁骗啦。咱阿公来时吼，我知知的。啊，咱只要吼，甲伊讲好听话，甲伊拐一下，甲伊刺激一下哦，伊就话你信信信啦，叫伊嘛会惊。啊，你唔信哦？啊，若唔信，咱小叔一个讲。我就袂甲你小叔哦。我嘛希望讲，同会当互师傅修好起来，会当变较乖袂。囡仔若较乖吼，做爸母的吼，就免操烦遐尼多啦。会啦会啦，会较乖啦。阿童啊吼，本性本来就袂歹啊，你就莫阁烦恼遐尼多啊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拄则甲恁讲吼，要带伊去的代志，迄是真的哦，我无甲恁骗哦。嘿，阿叔嘛有讲过啊，啊这囝若无乖，健康就好；啊若无有囝就好。对啦，啊若像咱遮哦，做阿母的，大家毋是希望讲哦，囝会当哦平安顺遂，安尼就好啊。嘿吼，是恁两个拢收成囡仔啦，那我吼接袂咧。袂。哎呦，我不爱跟恁讲啊，我先来转吼。察觉，原来爱不代表了解。我对你的责备和埋怨，都变成你心里的结。很高兴你肯帮我去发。